会一般是在室内举行的，要是能够在河畔享受独特的视听效果，肯定是一种难忘的体验。现在呢，我们要随着记者张美琪带您到河畔的户外演唱会现场，一起来感受海内外著名歌手的精彩演出。 在体育馆湾举行的私人演唱会，以对岸的蓝山灯火为舞台布置，带给现场观众不一样的视觉感受。首先登场的是久违的本地歌手黄义达，回到家乡演唱的他，心情特别兴奋。黄义达演唱了5首歌曲，继而登场的是马来西亚歌手李易翰。 最近频频来我国宣传的李易翰，还拿起了吉他，深情演绎2首拿手情歌。约一个小时候，台湾歌手王力宏终于登场了。酒后的歌迷都忍不住以高分贝的热情来迎接一下。 要出碟这场别开生面的私人演唱会，可不是买票就行了，而是得受邀或符合一些条件。演唱会由金立、爱立信和金建熙联办，是他们回馈不可的特别方式。再来看这一位出道时走着偶像歌手路线。